光之议会信息，关于挥舞您的光，驱散黑暗。通灵，丽贝卡。翻译 Google。 如何在混乱中找到平静？在内心。如果每个人都寻求这种圣洁，那么它将开花结果，蓬勃发展。这不是一种魔法药水，它是普遍规律。你们是创造者，这是你们要知道的最深刻的认识。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旅程，因为这个真理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你隐瞒，因为这个真理被一次又一次地挡在你们面前。你们是神，是真的，但你们的每一个层面都拒绝接受，但你们的每一个层次都拒绝这一点，因为没有什么能完全向你们证明这一点，还没有。你认为不同程度的神、上帝 God 的眨眼、同步性、直觉、梦、本能、信息和会议都只是单独的偶然事件。是的，你是带着失忆症来的，这是当前设置的一部分，而且有无数的暗示以各种方式和声音放在你面前。但你难道看不出这些耳语是你自己的神性在向你呼唤？它们都串成了一个大信息。你能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、感觉到、触摸到、知道这一切是对你真实身份的纪念吗？你是神奇的、强大的，就像整体的全息图。这整个设置是为了你的记忆，你可以发现它，就像第一次一样，并记住你一直以来的身份。你只是通过经历相反的情况来测试你的力量的强度。这难道不是在三维极化、两极分化世界中的一个神奇的设置吗？所以现在也许如果有点你意识到你是谁，现在呢？现在是时候了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利用你的力量来做好事。地球母亲和她所有的居民现在需要你参与到复活的合唱中。第一步是了解你体内的力量、内在的力量，这一切都是由爱来推动的。然后你允许它成长、表达自己，并从内部改变你，并激发你每时每刻做出的每一个选择。它使你周围的世界发生变化，它改变了你的人际关系，在你周围吸引了你真正的社区，远远超出了你周围的环境。你从内部建立你的安全和保障，你经受住了考验，并意识到即使在你摇摆不定之后，你也是不可动摇的。你比你以前意识到的更强大，你是一个精神战士、属灵的战士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的心是敞开的，可以接受和给予无条件的爱。从这种深邃的发散中，你致力于无条件的辐射它，没有条件，它只是感觉正确和自然，这是你的本性。在这之中，你意识到你也是一个真理的战士。战场是误解、歪曲、谎言和欺骗的泥潭，这些都是用来操纵光的不良、不正当目的。当这种黑暗造成的不公正撕裂你的心时，你会鼓起勇气，你重申你对爱与光的服务，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成为照亮黑暗的、成为照亮黑暗的光的信标、光之灯塔的一部分。没有什么能阻止你的权利、你的真理、你的主权发光，这就是你的使命。它只是感觉正确和自然，这就是你。然后这个信念、这个目的、这个散发会激发你所做的一切。你意识到并重新承诺你的目的是为光与爱服务，为你自己、为他人、为你的社区和整个世界服务。
你是孤独的，但你从不孤独。你是一扇无法关闭的开放之门，你不能再回到不知道的状态。你变得凶猛，决心将你的光亮照耀在一切之上，消除黑暗，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的路。这是真的，你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爱与光。你知道你不能干涉他人的自由意志，所以你尊重这一崇高的普遍规律，宇宙法则。你的自由以及你影响他人选择自由的能力是最重要的。你是和平与自由的精神战士，挥舞着你的光芒驱散黑暗和不公正，这一切都由无条件的爱来推动，也是为了无条件的爱。因此，用信念、决心、意图、仪式、祈祷、界限，消除低密度能量来挥舞你的力量，专注于所有好的、正确的、真实的东西。帮助他人，为善服务，发出你的光，加入爱与光的合唱，改变人类的意识，让所有选择的人也能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力量。这是有传染性的。试想一下，当每个人齐心协力时，会发生什么？会取得怎样的成果？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和平、天堂、幸福、振奋、启蒙、快乐、兄弟般的爱，与地球及其所有元素和动物的交流。无论你能梦想什么，它都会变成。你明白这个吗？我们知道你有，并且像你一样致力于为所有人带来最辉煌的结果。当你们在为圣爱与圣光服务时，不要让任何的黑暗来减慢、拖累你们的步伐。我们在观众席上为您欢呼。光之议会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